我把白慧琳卖了，这是我所有的钱，密码是你的生日，这个也许是我唯一能给你的吧。太多的时候，我在你面前，我觉得我自己是多么的无能为力。 爱上他了，明娜，你是不是爱上他了？我问你话，明娜，你是不是爱上他了？你有张秋月谅你们吗？你有张爸不他吗？我不会，我爱你爱了这么久，凭什么爱别人？凭什么？我就问你，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凭什么爱上别人？凭什么？ 女儿啊！我不是你一个可以依靠的男人，你还记得吗？那年我奶奶去世，我们四个人送着我奶奶回乡下，那天晚上。 我们看到的月亮，是我记一辈子，因为那是属于我们两个人的，是我们的回忆。你放心，你一辈子都会是我的亲人，任何事情我都会支持你。但是现在。 知道这么做，徐婉来会妥协，对吗？你这是在赌我。你要拿你这么多年的感情来跟婉来赌，对吧？一切都已经结束了。 就想在这儿再尝一次歌。我等待有一个人长得像你，我唱着说不出的心情，那遥不醒的梦境。 是个猜也猜不透的谜，故事里一页一页都是你，春天里一页一页的叹息，我的心被占据了多少面积？
爱上你没有什么道理，有太多太多的回忆出现在我仰望的天际，未来的一步一步没有你，留下我一寸一寸在追忆。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个呢就是我的好朋友乔楚。歌词里也没有你要的结局，但是在我心里你跟他们是不一样的，也很好。那徐婉来呢？他不如你，但是你爱他。对，米拉，你是不是爱上他了？我爱你爱了这么久，凭什么爱别人？凭什么？没有什么道理，有太多太多的回忆。你已经不再关心我画的怎么样，你有时候甚至关心钱都过于关心我。再这样下去，我怕我还爱着你，却不再喜欢你了，知道吗？我恨你，我恨你的艺术，我恨你所有的话，我恨你，我恨你，我恨你。你那么爱他，就像我爱你一样。可是他不愿意回头，而你也不愿意转身，所以我只能是那个看着你背影的人。最害怕伤情歌，情歌太多情，歌词里也没有你要的结局，不让你发现我失去了微笑的勇气，这不是一首恋曲，却听见了爱情。最害怕伤情歌，歌词里也没有你要的结局，不让你发现我失去了微笑的勇气，这不是一首恋曲，却听见了爱情，这不是一首恋曲，却听见了爱情。太有意思了。夏寻这个名字不错。嗯，我外孙可以叫少寻。王爸，嗯，我们宝宝姓汪的好不好？哦，汪少寻也可以。好听，把我的姓加在里面。好吧。嗯。你来干什么？老少。我知道错了，真的错了。我也是被福田给骗了，现在真是什么都没有了，就是只剩下你们了。你说清楚，什么叫你也被福田骗了？欢愉的杨总，还有以前跟邵氏的合作伙伴，他们谁都不愿意跟福田合作。福田让我出面摆平，我哪里摆得平嘛？然后他们说，按照协议，那些股份都不给我，我现在是一无所有了，我什么都没了。
签协议之前都不看条款的吗？你连害人的本事都没有，你还能干什么？都别说了，雅月，你尽快签字吧，我们现在反正也没有什么财产纠纷，好聚好散吧。 不要了，老邵，不要跟你离婚。行了，我真的不要跟你离婚了，老邵，你先跟我去。我不要，我不要离婚，我真的不要，我不想。小雨，小雨，从今天起。 杨阿姨就是你的新妈妈了，她才不是我妈妈呢。晴雨，这是阿姨买给你的，送给你。 这些天，我回想了很多过去的事情。从你嫁进我们家，我们都没有快乐过。这些年呢，我一直在欺负你。 现在不可能原谅你，离婚的事儿，等等你再跟他谈吧。可是我不想。我知道你怎么想的，我也一样。不早了，早点回去休息，晚了不安全。 想把白灰礼给卖了。我想，他终于也明白了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了。那你呢？顾佳罗走了。走了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 我只是说他离开这里了，他留给我一封信，就走了。他什么时候走的？去哪儿了？他的身体能走动吗？你怎么还跟以前一样什么都不知道啊？我给他舅舅打电话，我们一起去找他。你别打了。
我会去找他。你说的对，我不能连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都不知道。我会去找他的。能聊一聊吗？不用。你可以恨我，但那是另外一回事，跟我们之间的感情没有一点关系。我只想问问你，你还爱我吗？我从来都没有像喜欢你这样喜欢一个人。我承认我爱你，但是我没办法原谅你。妈妈亲自下厨，给你熬了你小时候最喜欢的红枣汤，你喝一口尝尝味道怎么样，好不好？薇薇啊，你想吃什么告诉爸爸，爸爸亲自去给你买。把所有的数据都记录下来。说，莉莉的身子虚弱，别胡闹。放心，我不会闹的。青雨，别闹了，快回去吧。我就说两句，说完就走。
你是个没教养的丫头，你给我出去！教养？我没教养？你们家林薇薇怀着别的男人的孩子栽赃给齐堂，叫有教养吗？青雨。李昭觉条件比你差远了，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你不敢堂堂正正的跟他竞争齐堂。你一天到晚瞧不起这个，瞧不起那个，你倒是干一件让人瞧得上的事儿啊！林薇薇，我跟你算不上朋友，但至少也算从小一块长大。虽然我从来没有对你说过一句好话，但也没有像现在这样瞧不起你过。妈，什么事？丽丽孩子不是你的，你为什么要认？我为了这个事情，我骂过你多少次，你怎么就能忍得住？你不解释呢？啊？都过去了，就不提了吧。我为了这个事情，我不知道多少个晚上我都没有办法睡。我看见你身在曹营心在汉，这样子折磨自己，你知道我有多痛吗？到底是什么原因？明明不是你的孩子，你却自己要认下来，是有多么大的承诺，大过连你自己的终身大事你都可以不管。齐堂，妈，爸刚去世的那段时间，公司里的那些老股东要抢夺润琪。是薇薇去请他爸爸来帮忙的，那时候我就答应过他，将来不管他提出任何要求，我都会还他这个人情。现在把事情都说开了不就好了吗？没事的。昭觉，他愿意原谅你吗？是醒不来的渴望，牵你的手，温暖我冰冷胸膛。要不要我去跟他说一说？漫漫长夜，寂寞是我疗伤的力量。难道你真的愿意放弃他吗？是他放弃我了。
但是你放心，找一颗鸽血红我都找了10年，我可以用一辈子的时间去把它追回来。有一首，来把它唱一下。爸爸，等我坐月子的时候，你一定要督促姚姨天天给我煮汤喝哦。太好喝了，放了什么佐料呀？晚来姐接到法院的通知，明天就要开庭了。想念，幽默的聊天，谈
爱上别人了。现在开庭。威廉，过来一趟。好的，我马上过去。主编，何西那个案子的当事人我采访到了。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威廉，你真的非常优秀，我很欣赏你。很久没有碰到像你这么拼的小伙了。但是我不知道你跟林家有什么过节，林总突然大发雷霆，亲自打电话来说，要让你离职。林氏集团，谁敢得罪呀？我们实在是不怪你，都是我的问题。这是你这个月的工资和遣散费。主编，我谢谢您的好意了。我看你胃口不错，应该很快能出院了吧？邵清雨已经不是邵家大小姐了，你还让她帮你出头？你了解我的性格，你就不怕我收拾她？你到底闹够了没有？你到底还想怎么样？你就算不为自己想，你也为孩子想想吧。你现在变得这么偏激，这么无理取闹，你真觉得这样对孩子好吗？我以前认识的薇薇，是一个聪明有智慧、所有人都仰望的。你看看你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？难怪你身边没有人会喜欢你。
你冷静点，冷静点。我知道你们所有人都瞧不起我，所有人都不在意我在想什么，所有人都不在乎我，所有人都把我当仇人一样看。菲菲，我问你。 你是真的不爱威廉吗？如果不爱，你又为什么非要把孩子生下来呢？你仔细想想，如果你不爱他，为什么你在得到我的承诺之后，你还是一样不快乐、不开心？ 爸妈根本就不会同意我们在一起，跟我过孩子，爸，我们承担不了，把所有人都会嘲笑我，嘲笑我的孩子，我把我的孩子生下来不会得到幸福。 门当户对，对某些人来说，或许是至理名言。可是那是因为，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遇到爱情。知道吗？你爸爸已经对林氏集团。 所有的合作伙伴下了通牒，威廉在上海待不下去了。这是他现在住的地方，还有他离开上海的航班号码。 现在宣判，被告人乔叔，实施纵火，危害公共安全，犯罪事实清楚，争取切实充分，判处有期徒刑2年。风吹过三里屯的那一天，你走进我的心里面，爱情像今年被禁地沉睡，说来就来，一瞬间，好想再见你一面，说一说心里感觉。
中好几年，轻易的被你化解。我可不可以带你看世界，在飘着雪冷冷的季节，我可不可以再抱紧你一些，暖暖的幸福不再冬夜。飘着雪冷冷的季节，我可不可以再抱紧你一些，暖暖的幸福不再冬夜。我可不可以带你看世界，在飘着雪冷冷的季节，